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 B， 好久没出片了。由于在新加坡生活了差不多两个几月呢，就已经是 set down 所有的东西了，所以呢今天呢就要做一个测试。因为本人呢就有买了两部的这个手机的，在我右边这一部呢， Hello， 右边这一部呢就是 iPhone 14 Pro Max， 在我左边这一部呢就是这个 SamsungS23 Ultra， 两个都是很高端的这个手机啊。咁咧就由于咧就喺呢度矛盾紧，究竟边一部嘅手机嘅画质会好啲咧？边一部嘅手机嘅呢一个录影嘅画面够晒前咧？咁大家可以俾啲意见我，因为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就中意有少少唔系咁真实嘅画质嚟拍攝嘅，因為費事我自己仲要執頭啦啲咁嘅嘢。其實我本身自己錄影都冇咩執頭嘅，咁啊由於拍攝啊，希望大家係可以睇到我喺鏡頭啊方面咧就好睇啲，所以咧就會放少少媚眼。咁啊俾我發覺到咧，嗱今日呢一個錄影咧，我係用咗iPhone 14 Pro Max 嘅呢個收音嘅，咁又所以 Samsung 嘅呢個錄音嘅呢個系統咧，我就刪咗嘅。咁啊，嗱，其實大家可以睇睇呢個就係 iPhone 14 Pro Max 嘅錄影，我相信大家都睇得出呢個畫質咧係比較真實啲嘅。咁當然呢度咧就係我呢一個Samsung S23 Ultra 啦。大家可以看一看究竟哪一个画质会好看一点呢？当然我希望就可以给一个自靓仔的一个画面给大家看的。好了，测试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给一给 comment， 究竟是 iPhone 14 Pro Max 的画面好看啊，还是 Samsung S23 Ultra？ 其实我自己心中有数，究竟是哪一个的画质会好看的。Okay， 同样地呢，这两部手机呢我都是用了这个 4K30 的这个速度来拍摄的。当然呢，如果我放60呢，画面就滑一点，如果放30呢，画面就会真实一点，不是真实呢，只是有比较自然一点。所以大家评论一下，究竟我将来未来的日子，如果是拍摄来说呢，究竟是用哪一部手机会好一点呢？多谢大家给的意见，我们下一段片再见，拜拜。